今久保よ。あれはボチンって言われる。ああ。あもう。经营者吼，要予所有的经理吼，哎，搁较有这个精神意浓的气氛，嗯，所以这条粉红色啊，粉红色的鹊桥啊，以及亲像咱天顶啊，天星的这个爱的小雨伞啊，以及五彩缤纷啊，这个啊灯光。到处形塑一条，亲像都是牛郎织女啊，相会在鹊桥这种的情景哦。所以讲，咱今年为着啊，要让这个七夕情人节更加有这个浪漫的这个气氛，所以咱特别推出两个啊活动啊。第一就是一百个人哈、当时在七点这个啊七分七秒啊，一百个人当时要来热吻啊，要来 kiss 哦。啊，当然，这一百人爱优先、爱首先来报名，阮就要送恁啊，这个情人对杯。哦，啊，第二个活动嘛真趣味啊，咱一连五百名额啊，伫内底要选十个，都是点歌穿真情。哦，啊，这个咱的五百个当中，你来报名，就要送你一个奖杯啊。哦，啊，同时咱伫内底诶，这个拣十个啊，吼。啊，这十个都为乐师来为这十个来演奏啊，和因两个啊，情人讲出心内的情话绵绵的情歌哦，的情话哦啊。今年啊，这个活动哦，咱大家拢会当去公所啊，这个网站来看来报名。所以同时，咱今年嘛特别有设这个啊，秦索桥啊，亲像咱的甘马溪桥啊，这种的情景。所以啊，咱安龙溪。经过两边的七夕，诶，这个将这个加持，阿龙溪有两条情人桥啊，所以现在一天要邀请大家啊，手牵手来行这个鹊桥，会在牛郎甲织女的祝福之下，双双对对，拢会当成为永远的情人。